哇，教授，你睇下今日带咗啲咩俾你？荷叶，你印粒解救送块荷叶俾我咧？冇啊，我见全部好 hit 嘅青蛙公仔都有荷叶，好似旅行青蛙 Kilo 皮咁，咁咪攞块俾你，等你潮啲咯。唔使，唔使多谢。荷叶好似留翻俾青蛙适合啲喎。即系你唔中意我份礼物？唔系。但是蛙教授是什么品种你又知不知道？教授我可以说是真香港蛙。卢氏小树蛙又叫做卢文氏树蛙，是香港独有的品种，在1952年由自然学家约翰卢文在南丫岛的山窿发现的，所以就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了。卢氏小树蛙是香港23种青蛙蟾蜍入面最小的，平均只有 1.5 到2厘米而已，背部呢都是棕色的，还有呢有个 X 型的花纹用来做保护色的，跟其他蛙一样，我们的手脚呢都有吸盘的，用来爬树遮树叶嘛，但是我们的吸盘呢就没有其他蛙那么厉害，所以呢通常都在落叶那里穿插找下食。我们属于夜行动物，但是时不时都会日间活动的，主要是吃下昆虫仔。你这么小只，哪有人会注意啊？那这就太看小我们了，本来个个都以为我们绝了种的了，直至到1984年发现，原来我们的族群不单止在南丫岛，连赤立角、大屿山都有，更厉害的是卢氏小树蛙已经受到香港法例保护，列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，亦都被世界自然保育联盟红皮书列为极度濒危物种，得香港才有，所以我们的地位不低的。哇，失礼了，既然咁珍贵，不如攞住块荷叶影张相先啦。